的没有位置起来。第一把就是奎头对吕布啊，这个奎头真的以前绝对是吕布的小弟，我觉得小弟弟。吕布是500刀啊，那也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吕布现在的综合看下来啊，我们不谈实力啊，不谈实力，就综合看下来，他的商业价值的话，我觉得给个1500刀到2000刀是不过分的。1500到2000刀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差不多吧，你就算吧，你就算2000刀的话，差不多就是13000一个月，13000一个月，你12个月差不多就是150000，差不多吧。150000，你帮吕布出周边，你觉得一年能挣回150000吗？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还是要看他之后的这个就打得怎么样了，这是一个。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俱乐部会这么搞的呀。那是嘛？我就说呀，就是相对不要那么理性的去你妈分析他的价值，这个妈的没有俱乐部会那么精细化的去操作这件事情的，你信我呀，黄哥。好好操作操作，然后再鼓励鼓励他，他说不定还能变强一点。그래서이제차이는분명히있죠장혜로선수는이제계속해서플레이를해왔기때문에大凯子不会签吕布的，大凯子，大凯子也不会这种去这种去运营的。계속해서유지가되면서스스로알고이제플레이를할수밖에없고그리고이제뭐컨트롤측면에있어서도오히려主要运营这个挺累的，然后第二个是大凯子已经有牛牛哥哥了，是的呀，你不需要走这个，不需要走这条路，对吧？一个战队只能有一个李哥，只能有一个头牌，大凯子已经是李总监的天下了。본진쪽에군수공장시작하고본진쪽에떠오르는경우는당연히있지만이게전진병영했을때주로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是的呀，人走茶凉，物是人非。的确，人走茶凉，物是人非，没什么错。吕布的 TVP 还是有严重的问题啊，他主要还是 TVZ 比较厉害。TVP 其实一直是他的软肋。一直是他的软肋。TVZ 他还是那一套，其实他那一套主要是他这个兵啊正面这一圈还是挺硬的，所以说他还能打。TVP 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现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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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操作，那我也没有心思操作这个。没有人就不会去花这么多心思去操作吕布的，你们不用想了。黄哥的这个说法只是说在操作情况下有机会能做到这件事，就这个东西。黄哥只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具体要有人操作，那你妈的你还要算上操作人的这个时间成本，花的精力，这些乱七八糟东西，那你算来算去可能还亏本了。是的呀，我他妈我有说错吗？我靠，没错没错。好了，3颗雷啊，这个直接投出去，然后农民，哎 ，Krito 这。那这还行，死了一个还行。亏都亏了呀，妈亏本，妈的打老前辈是要稍微让一让的呀。哭本不要到时候妈打不过吕布又开始哭了。这是我期待的，黄哥。地雷来了，我已经很久没看哭本哭了。可哭2颗3颗，很久没看哭本哭了。吕布还在操作地雷吗？好，装了走，拜拜，潇洒走一回。哥，还行吧。主要关键还能再投一次，还挂在屁股后面的。对，还能再投一次。引刀来了呀！引刀来，吕布有。不用引刀。没事，他有这个渡鸦的。渡鸦的呀，光什么？渡鸦，哎，气不气？五本，哎，库本不要去搞那个啊！
不要又学那个那天八本，然后和两个球过来被锁了。应该不是，应该哭是不会输了，他应该不会哭，他只有赢了才会喜极而泣，好吗？你妈都输了，他哭个毛啊！他妈大优被翻，他就会哭，好吗？回城走了，闪烁引刀玩起来了是吧？장욱도김준호도막보여주는플레이긴했는데결과론적으로그토스들다탈락했거든요不没有你想中那么弱我说真的그이제보통암흑기사를운영을이제하는프로토스가선택을했을때연결这种比赛对于吕布来说他肯定会准备的암흑기사를업그레이드까지는하진않아요더많은확장을가져갔을때정말자원남을때이제극대화시키기위해서암흑기사견제를더해보려고할때이제쓰는업그레이드라사실지금것처럼투베이스에서이제트리플가져가는타이밍에올리기에는他估计还要刷引刀，那直接砍爆吕布的防御。但有不管怎么样，有杜亚在的话，你这个就很稳。당장에자극제방패에넣는다라는걸너무잘알고있는장현욱이때문에이거분광기앞마당지역쪽에슬쩍보여주면서암기전멸올라간거풀기다렸다가썰기시작하면놓치는순간순삭입니다네와근데진짜이신혁선수가확실히생산은여전히잘하네요기계처럼앞마당도늦은빌드였는데네오인구수잘늘려주고있습니다이거앞마당지역쪽에사도그림자이동으로계속시야쌍블링크쌍블링크이거암기딱전멸됐을때본진쪽이아니라앞마당에한번 앞전멸해주는모습그리고그거에再雷地雷再投出去해병다터지는6把六把刀저거약간그태난떠나면쓸생각인가요약간그분광기광전사소환하듯이쓸생각있는것같긴한데아出门啦가만히있는것같아요사실근데프로토스가저생각하고있으면테란도가만히있는트리플가져가면서병력을더늘리는게더난소래야프로토스의테크가늦은편이니까지금아래쪽으로오여기서좀이동하는거좀확인하고요양방향이죠지뢰와함께여섯시에는이제자따라봐자빠니아빠니아나오는거봐서아무기사이제움직吕布这波是出门直接一推了先投雷看一下雷两颗下来哇靠这个双线他妈的好乱好乱好乱但是哎这个进去吕布遭中了吕布反应倒很快第一时间拖农民但死还是很多死了很多啊十六个农民太多了我靠妈这个他难道选使出他难道使出李佩南的不管了呀战术不管那只能不管了呀正面来了库本不要了这片矿其实吕布该直接打二矿去了和三个球回城能死几个能死几个两个哎可以啊可以啊三个三个哎库本他妈三个不能挡得住啊这波炸一下吕布炸一下他为什么会回在三矿那个基地里面吧他搞毛啊这么尴尬了库本不会被一波打死了吧他还有渡鸦没用呢炸了呀干嘛他准备锁不朽吗对吧吕布后面的兵还在接给足压力啊这个时候啊他准备锁不朽吗还是干嘛差不多炸了这三个炮台是不是弱了点啊现在炮台很弱你看瞬间就倒两个还不如炸一下呢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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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没事吗我觉得真的还不如炸一下这你妈哭本三个球没回来老子他妈人都傻了哎呀搞笑了啊不他刚才这个三个不朽三个白球是绝对是回城的操作已经操作上去了对对对但他回在了这个三矿那个地方三矿被打爆了之后回不了城了就这就很尴尬搞笑了搞笑了갈물된병력의컨트롤암흑기사집중을합치하자마자1점사는것까지기가막혔습니다그렇죠그래서상대가좀견제하던말도병력모아가지고作为曾经的 GSL 亚军选手库本这种失误真的太搞笑了약간이루어지고나서그이후에프로토스가가만히테라를내버려뒀잖아요妈吕布今天难道要出现하던대로물량을마음대로이제확보할수있었기때문에出不了吧병력이떠난难道就感觉啊你妈的第一场运气在他这边至少떠난병력
我觉得他今天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先赢后输，就先把苦力头干死，然后胜者主输给邦尼，最后再被苦力头干死，应该是这个结局。이시정선수의그공격을막아내지못했죠근데근데제대한지몇달안됐거든요、네、근데이게재능입니다아바 PVT 很强好吗你们不要小看下巴결승간선수를상대로그렇죠본인이下巴也就 PVT 能拿得出手이겼어요맞습니다그것도그특유의물량그타이밍을통해서경기를끝내버리면1승을먼저따냈습니다자이제두번째세대결이기다리고있는데두번째경기邦尼，哎，邦尼不好说，不知道，因为邦尼前段时间那个比赛打的，我也感觉就有一段时间没练了，所以说不好说。Club NV。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你看，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这眼神他妈有杀气了，我跟你说，生气了，这个好像是生气了，生气了，对吧？吕布你妈一脸无奈的样子，两个人的表情，你妈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哎、生气了，生气也很正常啊。개인적으로장현원선수가이시영선수를리스크하기때문에이신영을준비하는이신영을상대로붙여오는빌드의짜임새가정말좋거든요근데이건크레이터님아상이봐他如果三个白球回回来的话是挡得住雷波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他回二矿对吧三矿本来就放弃他估计当时三个基地是编在一起的然后随便就按了一下嘛就直接按了一下对编队按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回到三矿这运气有点差我说真的啊当然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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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要出不了线他的六把影刀进去里不加我都觉得他赢了我靠其实说实话他如果六把影刀回来都不合球就直接打正面说不定也赢了、对啊六把刀直接逼到脸上对吧跳到脸上去妈乱砍一阵但是我知道今天就绝大部分的兄弟们呢是希望吕布能赢这个呢也能理解对吧对有渡鸦没关系啊你这个提速差带什么追猎这种冲上去然后直接闪到你这个近身直接砍你枪兵一枪一刀一个快得要死有渡鸦都不要不重要분위기바꿔야됩니다그렇죠그래서확실히작전을좀바꿔야될것같아요결국은我觉得苦力头今天上来绝对没想到会输给吕布对第一盘啊我觉得而且整个形势其实是在他里面是在他的掌控之中输掉的对最后一个回城回搞笑了역시이신영국경험이많은선수다보니까이번에는지뢰가아닌화염체를생각해주고있어서이번에도똑같이사도달려주는플레이를하게되면지뢰는컨트롤로빼면그만이지만병력약간你闪烁到他门口你稍微停顿一下哎也是一样的呀这个引刀其实 A 起来还是有点猛的呀先搞一搞你还要被双线看到你的科技了啊已经사도를이번경기에는안달렸기때문에두기정도에서막았지만이시영입장에서기분나쁠건전혀없습니다볼걸다봤어요오여기하나빠져나가는상황이고요방금진짜프로토스따라할생각있었었거든요네그뒤쪽으로몰리면서잘활성화들어가고있습니다대신에이시영선수가단대지한거继续给压力哎可以看到了看到了妈的这个再被炸了奎托心态就要炸了어벙커가없어게다가풍지라서农民也没摸死关门哎不关吗敢飞吗不敢飞不敢飞的呀为什么不敢飞不敢飞不敢飞他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雷什么的
他想正面给点压力算了。对，也可以，也可以。刚才如果飞的话就很完美。追的也是可以搞啊，走地雷。回头哦，有反应，有反应。他怎么没走进去啊？不过有反应了。有反应，他想炸这个追猎，刚刚想。哎，家里面应该有反应，应该有反应。这种单线的怎么可能没反应嘛？他如果是走地雷跟这个同时进来的话，我感觉奎托要中，对吧？稍微没有协同，稍微没有做好。그래서좀여기서내기잡고지금독일은태웠습니다참여금의진행중이고요여기서장현우선수는연결체를그냥트리플샷쪽에지으면서가져가는게제일좋아보였는데앞마당가스를생각보다빠르게가져가게되면전차의밤까막이조합맞춰주고있는이신영한테는시간을주는거죠나쁠건없습니다네이전에있었던그 테란드프로토스경기분위기들과좀비슷하죠트리플보다는더블상태에서쥐었잖아요식으로그리고이거지뢰한테맞아두면분간기진짜 1.4 에오오아에이요차이点아炸不死炸不死他满血的这是炸不死的呀跟差一点没有关系好吗如果有个补刀的就舒服了고개사가될순있지만괜히갔다가저거터지면경기터지는거거든요不老了뺄수밖에없는상황이고요其实你们说吕布老我倒觉得还好吧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就是这种兵役回来的选手里面算是不错的这种状态了기사단기록보관서로올라가는이판단은너무좋네요확실히예상한대로타이밍을잡아서나올겁니다그걸잡아먹을준비하는거죠네人进闪电，我怎么感觉他打得那么小心啊？돌진은습관이전에는돌진이바로안들렸기때문에광전사가있음에도불구하고막을수는각이안나奎特真打得好小心，感觉。이어서고위기사지금준비중이건이제순간이신혁선수의반응속도가이경기를결정할것같습니다일단밤까막이있기때문에어느정도는방해매트리스와활류대결도좀他现在很虚啊。이제그걸开换开的慢바로적용만당하지않으면나름대로프로토스가함부로저고의기사를보여줄수없闪电你既然都已经能进闪电了那你这个时候끌수만있다면이시영선수도충분히其实我告诉你他这个待会儿这个能进绝逼会被秒那丝血能进你就看着쪽쪽의자동포탑본인쪽의지뢰드랍양방향의센터로나가는그한방그걸기대하고있는건데吕布不知道对面有闪电啊，但是吕布他不是很怕闪电。从以前来说的话，因为他的这个运输机比较多一点，吕布闪电有点电不动。吕布분명히또나온다그거잡아먹을준비물론이신영이올인아닙니다트리플직구운영으로넘어가기전에이제양방향멀티태스킹걸면서한방쌈을이득보는건데버프来了일찍보여주었는데요예就这么回事了吧폭풍을맞춘것도맞추는건데마무리짓는것까지해야병력을줄이잖아요我怎么感觉日本그래서원래고위기사가저는이제전진배치돼서보여줄거예요有点危险呐我怎么感觉啊이상적으로봤는데그타이밍을놓쳤기때문에생각보다이신영有可能一波通死啊对啊直接投加这个有点狠哦直接卡位置啊坦地雷再卡一个位置核电站这个开得很二啊直接可以秒掉了核电站这是秒掉核电站这闪电还是闪电打得还行闪电打得还行闪电打得还行吕布有点狠啊这波投空投그걸잘노렸죠귀환에서왔는데만약그지뢰가분광기를터뜨리他这波不应该投在那个里面的他就应该去投在外面那一块空地他对吧如果对方有闪电他还有退的空间投在那里面你就没有退的空间了그리고시야에딱들어온상태에서또우려선재활용을눈으로확인했기때문에일부러본진살짝비워두고좀안보이는곳에숨겨뒀다가잡아먹는것도괜찮았을텐데자여기서견제는계속이어오기다리고있어요이건기왕꿀이빠졌으니再投哎没反应没有第一时间点运输机那这波空投是有威力的내려서견제가좀요지영이네광자사요이정도소환해서막기어렵죠자이거지금정리하는데오그리고공을여기서뺀다이것도이신영은손해아닙니다지금아兵还是够的吕布现在就不停的空投三矿开起来奎托这个时候没有开四矿其实从
经济上来说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你看吕布现在3000多收入，奎托只有2000。吕布现在就这样搞他，然后兵会越来越多。三矿人族打三矿神族，那不是随便打。吕布爆兵又没有问题的，他爆得出来的。攻防还挺那个，吕布攻防，我感觉都不用攻防，一拳打死了。只要烟皮打得好，你闪电电不出来，直接就死了。那是。看到你的部队了，直接过来。地雷埋下，卡位置往下走 ，EMP 找机会一把。我感觉没了呀！对呀、啊，就全就可能要打死了，这地雷太多了。地雷阵都过不来，我还那么多地雷。你白球也受不了的呀，这种就剩下最后一把电了。哎、兄弟们，不修也站不住啊！注意表情，注意表情，表情看表情，看表情。硬接闪电的已经要阿西巴了，我感觉要阿西巴了。地雷再趴位置，看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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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看表情，兄弟们。现在他还在挡不住了。不要慌，现在还很冷静。别慌，别慌，别慌。还很冷静，现在很不爽，但是还没有到出不了线。现在要喝一口水，装镇定一下。他居然你妈的上来零杠二。零杠二，我他妈的想不通了，我靠！关键没打过吕布，我他妈人傻了。吕布爆兵还是可以的。对。